那个是鸡汤的感觉，就是牛顿的膳食哈和酸奶，因为奶很多种也是。为什么要用这么奶？因为等它干了以后，我们上面还要铺成很多不同的奶。如果你现在是用的浅蓝的话，你到时候再铺上去的那个蓝哈，就比较没有那种味道。但是我们在化生奶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全部化，我们保留接近的1/5，我们不要用这个颜色。真的要研究海啊，我是想说这张画完之后，我们来研究研究那个有一本400万画册的那个文化船跟海的。再来，试着学习临摹一张有海景的，叫做陈飞东。陈飞东那本画是很多人有买的，这个中间线给他。海水哈，